钮回来上中下。在这座七头米亚的课程开始进行，在山顶富州社区，是先教大家来跳一段舞蹈，让今仔日规工拢会当充满活力。为咱德山伫富州社区的热烈学习机会中心，今日是来到偏远的山区大湾国小，社区内阿公阿妈是要来教大家制作一个早期的七头米啊，卖给个。因为我们是想说让小朋友来回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玩，所以今天来这里指导大安国小的小朋友，就是让他们来学习一下做竹童玩。讲到这个卖鸡果，就让这些阿公阿妈是想起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大家拢在等待会当听到卖鸡果的声音。迄人在咱的顶辈，你卖鸡就是用这个弹弓啊，啊，落里落落里落里落落，啊，咱就是去听候伊。那听到这个，就知影讲人来你卖卖鸡，到咩啊，到延伸吼，啊，你即摆记忆就是讲这做卖鸡果吼，人大家讲麦芽谷吼，那即摆讲说卖国语讲麦芽谷，反正讲卖鸡果。每一位小朋友是拢做甲相当的认真，嘛算甲相当的快乐，大家拢希望会当赶紧将这个卖鸡果做好。它会发出很奇怪的声音，好玩。怎么说好玩？因为有声音，你要给学长。那我们知道大安以竹跟以茶闻名，那竹的产业也是我们竹山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，那么很感谢这些地方贤达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传承给我们的孩子，拓展他们的学习视野，让我们的学生的学习更增加他们的内涵。大家一做好，就是一直耍袂停。每一个人的手里，拢是摕着家己做好的麦芽果，一直耍，是耍啊非常的快乐。社区的阿公阿嬷来教大家做麦芽果，唔啊，大家耍了欢喜，嘛好，这点小朋友是熟悉着早期趣味好耍的七头物啊。记者蔡凯彩虹报道。